我是钢管列车长。在1809年3月4号夜，台北捷运淡水新一线。台北捷运淡水新一线台北站16:04。我拍摄是姐，我说要拍摄什么？搭捷运了。门上面干嘛的？门都掉门的，一起刚好面。看一下这边，哦，还要再等几分钟的，要等1分钟。好了，下面干嘛的？没有，都掉我们的，就跟我们，就那样了，拜拜。